对对对，是那首，哎，不是你啊，你啊，不是啊，是你啊，你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这一个就是我问过，就是会弹吉他的，我问说，哎，你魏如萱是你的女神吗？她说是啊，就是几乎其他我都是，所以就再来这一首歌吧。如果你还在烦恼，就是会单身到圣诞节的话，那没什么好烦恼的，应该也是。可以唱歌吗？就是混蛋们的时候吗？好了，我们再来这一首。那我现在会看他啊。只好看我们 A 的老师，只好看到我们 A 的老师。我转头有点累，还是不要转头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这一首。对，只剩下你可以看《暗黑系列服》，好不好？他那天就担心那个光棍节，他就说好想的。一光棍节怎么办？我说我就贴了一张那个图给他，他说不用烦恼啦，因为你现在光一光棍节，你会过到圣诞节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再来这一首。还是要相信爱情啊，混蛋们。